陈祖母，我叫你买个东西叫男士吗？我不要你加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打铃。哇，很久没有同框了，就是一起做开场白，很久没有一起合体来整人。OK，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你看我们现在在外面就懂，我们无家可归啊，也不是无家可归了，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在屋内。为什么？因为大神终于来 JB 找我们。是，他在我们的公寓啊，现在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室。所以在我们来的路途中呢，我就想到说，哎。就是这个时间，就是这个地点，我们可以来二诊一遍。是，而且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时间、啊。对，就是可以刚刚来整他的时间。对，我们要整他什么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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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我于是要拿电话来二诊他。对，因为我们发现他的电话壳啊，其实是跟我们一样，其实我们是在同一个地方买的。对，同一是大神介绍我们买的这个电话壳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大神的电话，就是跟这里，然后这个颜色是一模一样。是，我们其实就是想要、啊、要来丢掉他的电话，二诊他。大神就是会这样，假装跟他接电话，然后呢，很生气之下把他的电话收起来，然后再把这假的摔在地上。就是这样子，把这假的放在这里，然后重重的摔在地上。摔爆他，对，摔爆他，然后看他表情，应该会，你做什么哦？好，这次呢，我们就会和大牛，就是帮我们长进的这个呢，就是一起合作，然后等一下可能他会帮我们偷拍啊，还是帮我们 set 一些 camera 在里面，所以呢，他会先假装先回去 studio 那边。我觉得他应该会很生气一下，因为他的电话他每天要玩的，要工作的。啊，问题是他的电话呢，才买不到一年。啊，不，半年半吗？半年半。不到三个月吧，三个月吧。哦 ，OK， 好，话不多说，如果要在我们讲 print 啊，看到表情的话 ，Let's go， 看下去吧。啊！哟，我帮门打说你们进到来了，哪里有锁啦？我们都直接进来了。是啊，妈，你们呢？还没有。姐姐是崩溃了，是。姐姐姐，你被检查了。哎，打死！你被检查疯了。哎嘿。哈哈。崩溃啊！抽不了啊！操！要吃什么？云吞面要买。我去打包东西给你们吃哦，云吞面啊。你们吃啊？还没有。OK， 打包云吞面喽。KFC。六包。六包。六包 KFC。KFC。KFC 呀！对对对。KFC。三包云吞面，三包三个 KFC。好啦，你去打包哦。谢谢，拜拜。可见你电话用一下嘛，我打给爸爸。可以。不行，要是你按打给爸爸。啊，已经不要了。我不懂啊，你放了什么名吗？打了。我电话没有接。喂，爸，我叫你忙西西。什么？你没有空？等一下就叫你买一个东西吧，你没有空什么？你给我发什么脾气哦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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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来了。你出来了，这你居然出来。都是你啦，都发什么脾气？那是两万。好了，你是夫人。你是夫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掉在这里？因为你一直说我就看到那壳，哇！没有想到两个都是烟壳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那我就。又是，又是你个破蛋！我在后面，我就躲在后面，想知道你怎么，我就不出来。不是，我已经躲在外面了，我就去打了。不能有没有啊？你我跟你忙不了，我跟你聊，就是我觉得是三连。气氛很尴尬，他不敢给你太大。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他是你外甥。他一个非常尴尬。这个也是老笑，哪里一个孩子？你看看，哪里丢爆了头？你看，你看这里。我看到他是看到电话那样子，我就进去了，然后我就换笔进去了。怎么感觉？我就想，哎呦，忘记电话了，我他妈丢电话了，没有没有，就说我叫乒乓碎碎哦，哇，我说我心想哇，这意思多大了？结果我想，怎么整？然后我心里想什么，你知道吧？我想应该是要分手。哈，是一样不一样？因为我看那边，我看到哦，是这个壳长应该是会夹。Yeah!